湾区侦探带你融入湾区生活，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可以现在订阅埋，按埋隔篱的钟仔，那就不会错过影片了。想了解更多的楼盘资讯，可以 cap 埋我们影片下方的 WhatsApp 连接啦。查询发展商内部优惠价，我们希望无论是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帮到大家，期望大家以后可以支持我们。大家好，我是 Danny， 我是 Jimmy。 今天我們就來到這個中山北角城區港口這個位置了。我們今天看的樓盤就是這個中海世紀會。中海世紀會的話，它的一個開發商都非常之有實力的，就是中國海外集團打造的。它1979年的話就成立於香港那邊的，有了解過的朋友應該有聽過了。咁佢就喺1992年咧喺香港上咗市，股票 number 咧就係0688嘅。咁佢依個咧，我哋依家位置咧係中心嘅北部城區，亦都係要打造一個新嘅奇功新城。咁可以睇到啦，佢對面咧有個我哋廣場嚟嘅，佢嗰邊係一個綜合體。咁入邊咧有啲衣食住行可以滿足曬噶啦，隔離仲有一個艾美酒店嘅。艾美酒店嘅話係一個五星級嘅酒店嚟嘅。五星級嘅酒店。咁我哋而家咧就入去售樓部入邊睇睇，究竟係咩情況先？好啦，咁我而家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區位圖。可以看到我們就在這個位置，中海世紀會就在這個位置。我們樓盤是處於中心的北部片區，現在中心的北部片區是打造一個奇功新城，就是這四個大字奇功新城。可以看到整個項目的一個周邊的路線呢四通八達的，非常方便。我就揀幾個比較重點的來講。第一個就是深中通道的出入口，港口呢度咧係一個出口嘅，咁我哋樓盤過去嘅話咧，大概就800米嘅距離，非常近。咁到時我哋樓盤過去呢個港口出口去到深圳嘅話咧，大概就40分鐘嘅時間，非常快脆嘅。第二個咧就係我哋一個中心北站，我哋距離中心北站咧大概就係2公里嘅距離，亦都非常近嘅。第三個咧就係我哋依家中心都係規劃緊地鐵嘅，到時我哋樓盤門口咧。500米的距離咧，有一個世紀東路站一個規劃中的一個地鐵口，到時都會建設嘅。這個咧就係交通方面。咁配套方面咧，可以睇到一個保利廣場。保利廣場嗰邊咧有個艾美酒店，都是一個五星級嚟嘅。咁附近嘅話咧，仲有一個紅星美海龍啊，呢個係一個米家私嘅，仲有一個港匯城，亦都係一個綜合體嚟嘅，商業體嚟嘅。咁可以睇到我哋附近，如果買嘢嘅話，消費嘅話非常方便啦。咁呢度咧仲有一個濕地公園，中山嘅濕地公園，而且過去少少嘅話，仲有一個港口市場同埋一個港口醫院嘅。咁可以睇到啲配套都非常齊全，仲有一個1+1超市，中山連鎖嘅，全部都有。一個咧就成個樓盤嘅一個區位介紹。咁我哋陣間咧去睇睇我哋嘅沙盤嘅情況。好啦，咁依家咧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項目嘅一個沙盤先。咁依家我哋所在嘅一個位置咧就喺呢度。佢係佢嘅一個售樓部，咁未來嘅話都係做翻一個商業體嘅，就呢邊過去商業街嚟嘅。咁成一個項目嘅話，佢佔地咧就有73畝啦，就分為兩部分嘅，1、2期。咁一期嘅話就係呢邊，一期就係呢邊嚟嘅。咁呢邊1、2、3有3棟嘅嗰啲工業，同埋中間呢度咧就有個無邊際嘅一個嗰啲游泳池嚟嘅，有一個大型嘅一個露天游泳池啦。咁依家我哋主要賣緊嘅咧就係呢邊呢啲小高層嘅嗰啲住宅嚟嘅，就10棟到16棟嘅一個住宅。咁先睇翻佢現臨嘅一個情況啦。呢度咧就有個跑道嚟嘅。到時購樓都係有㗎啦，而且呢度咧仲有啲小朋友嘅一個兒童遊樂設施。咁呢邊嘅話可以睇到，佢總共嘅話就有1、2、3、4、5、6、7、8、9棟嗰啲小高層嘅一個住宅。咁而家中間前面呢度仲有2棟嘅，7棟同埋6棟，但係咧呢2棟嘅話係作為啲人廚房嚟嘅。就唔賣嘅，依家主要賣緊嘅咧就係嗰邊嘅一個14棟嗰邊。咁14棟嘅話，佢全部咧都係1梯2伙嘅。呢邊3棟嘅話，佢就係8層嘅，比較低啲。咁依家賣緊嘅14棟都係8層，咁都只有一個户型嘅啫，就係86平方米嘅。所以依家佢賣緊嘅一個均價咧，就1.6萬到1.7萬。
嘅。咁收樓嘅話，呢邊同埋呢一邊咧，全部都係明年一月份到三月份咁樣就可以收樓噶啦。咁呢個咧就係佢依家嘅一個收盤情況啦。咁陣間我哋去睇睇用緊間啦。Like they're not. So hey girl, take a look around you. Look at everything that you've got. And I know you've been in a scary place, but can I help you turn the page? Treat you how you deserve to be.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fantasy. We're lonely if you promise me we'll keep the light on, light on. Keep it moving on, whoa, with your light on, whoa, it'll be right on. Don't go thinking that you gotta give up on the one that you love, cause I know it's hard to be alone. Everything. 好，依家我哋就喺用板凳嘅一个位置啦。咁呢个户型咧就系80度平方米，做到三房两厅两卫嘅。咁首先我哋入嚟喺我哋嘅一个左手边呢度咧。就有一間大房嘅，風風正正都非常之實用啦。放兩個重物櫃、一張床同埋一個衣櫃喺呢度，空間仲非常之開闊，而且有一個窗喺呢度，保證佢嘅一個通風取光嘅。咁依家我哋去睇睇客廳。行到呢度入嚟，感覺係非常之舒服嘅，因為佢86平方米個咁樣嘅一個户型係比較實用啲噶啦。佢嘅一個虛根咧。就有深埋落嘅一個灰金嘅客廳呢度，而且出嚟到出邊呢度，因為佢依家呢邊係一樓，一樓嘅話有陣送埋嗰啲花園嘅個空間非常之大，可以出嚟呢邊睇佢嘅一個花園嘅話，出嚟到呢邊連接到我哋左手邊落去，就好似兜一圈咁樣，兜到我哋食廳嘅嗰個位置過去一大圈。呢個是佢贈送的一個花園，有幾十平的一個面積噶啦。呢邊咧就係佢食廳嘅一個位置，食廳嘅一個位置都非常之大。你睇擺種咁大嘅一個台，六個人坐都冇問題嘅。所以一個家庭多啲人，六個人冇問題，佢坐得落去。咁呢邊睇出去可以睇到啦，亦都係佢花園嘅一個位置嚟嘅。是他發現的一個位置，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他花園的話斯文性不是挺好，但是他這邊不會，你看他花園的話全部都是用那些綠化圍起身來，就保證業主住在這裡的一個斯文性屋。這邊的話就是他的一個廚房的一個位置啦，到時的話裝修所帶有的就是這個抽油煙機、這個座台和這個消毒櫃全部都有的。咁佢嘅一個設計咧，就係喺度型嘅。呢邊嘅話，佢就預留咗一個放嗰啲雪櫃嘅一個位置喺呢度啦。我哋睇睇佢嘅一個房係點樣嘅。呢度係一間主用房嚟嘅。86方都可以做到咁大嘅主用房，係令我比較驚訝嘅一個地方嚟嘅。主用房嘅一個空間非常之大。佢呢邊咧係。個面積咧係贈送嘅，因為佢本身係有飄窗喺呢度嘅，後邊佢為咗比較實用啲，就打咗個飄窗嘅。咁你睇放咁大嘅一張牀，呢邊仲有咁闊嘅一個空間喎。咁闊嘅一個空間喺呢度，仲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嘅一個衣櫃喺呢個地方。所以話佢86平方米個實用性非常之高。呢邊咧就係佢嘅一個主用房嘅一個洗手間啦。同其他樓盤標準嘅一個洗手間咧都係差唔多嘅。到時交樓嘅話，呢啲鏡呢啲洗手盆沖涼房全部都係咁樣整好俾業主去使用噶啦。呢邊嘅一個洗手間同樣一樣同主用房嘅嗰間都係基本上差唔多噶啦。交樓都係咁樣。呢間房嘅話就會比較細啲嘅，可以做翻一間 B B 房。或者做翻間書房都 OK 嘅，咁到時或者做翻間校房都冇問題啦。整成一個榻榻米嘅一個形式都係幾 OK 嘅，而且佢呢邊
成一片過去都是 一個窗嚟嘅，保證佢嘅一個通風采光咯。嗱、啊，出邊呢度啊，可以睇到，就係啱先我哋講到佢贊送嘅一個花園嚟嘅，啊，面積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個咧就係86平方米，做到三房兩廳兩衛嘅一個單位啦。整體睇落嚟，佢有一個實用性係非常之高嘅，贈送嘅面積咧亦都比較多啊。咁呢個就係呢間户型嘅情況啦。好啦，頭先咧就係再用敏感，咁我哋而家咧就簡單為大家梳理下。咁我哋呢個樓盤咧，佢嘅開發商咧係中海集團嚟嘅，咁佢嘅開發商實力比較大啦，咁所以咧佢嘅保障力度都非常高嘅。而且嘅話，啱先咧，我哋係睇到用品間啊嘛，咁用品間佢86平方米做到三房嘅單位嘅話，係非常之實用，而且一樓嘅話，贈送埋好大一個面積嘅花園，全部贈送嚟噶呢個花園。係，咁佢嘅園林咧都有跑道啊，或者係啲遊樂設施都非常有嘅。咁呢個咧都係滿足業主生活嘅一個休閒。都非常好。有個露天嘅一個游泳池咯，喺公寓嗰邊嘅話。咁成一個項目嘅話，佢住宅嗰邊嘅話就86平方米嘅，就呢一個户型啫。咁計翻到嚟總價嘅話，就140多萬咁樣嘅一個總價，就可以入手到一套三房兩廳兩衛嘅單位。係，咁佢總體嚟講咧，佢有一個我自己個人覺得嘅一個缺點啦，就係佢嘅園林咧綠化率咧冇咁高。大家看過我們自己之前拍的片咧，都綠化率都比較高啲嘅。而且嗰啲就園林嘅嗰啲自身帶有嘅嗰啲設施，亦都會比較少啲咯。比較少啲係，呢個係一個少少缺點嚟嘅。不過位置係靚嘅，喺呢個位置，佢有一個區位。佢嘅交通啊，頭先都介紹到，佢嘅交通啊，到時都有地鐵站啦、一個港口嘅出入口啦，即係深東通道嘅出入口。都喺呢附近。而且離北站都比較近嘅。咁我哋今日期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到呢度結束㗎啦。咁我哋咧如果有疑問嘅朋友咧，都可以喺 YouTube 下邊留言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